姓啥？姓什么啊？姓啥？姓啥？啊，姓鬼，我姓。女生。那才没去，阿拉去个人才便宜了，讲嘛，现在跟挂钩才挂好了呀，对吧？我对吧？我了对吧？对吧？就是讲没便宜，就是上回老紧张啊，对对，哎，然后。上回是没，隔壁呢就是讲，像龙德路的人，那不是五号路的才是。多大个辈子呀？一个我大概一张一样。那么就是最好呢，大家几个朋友，哎，今天就不过来。还有呢，我们那有几个不跟买房子的，那都是像你讲自家出粮，自家出粮，一个号头钞票，不过那不是也没走出也可以。啊，没关系的呀，你讲我去到一千里，我那倒有的嘛，该得了。有嘛，该怎么阿拉就到，阿拉就到，这理由不一样啊。哎，这兄弟们帮忙多么开心。哎，这又红花街，红花街，我大家分开来。有讲不啦？有讲不啦？要出来吃，过有钱就要里向吃。那你，这我是这个什么？我吃两天，好多两天。吃两顿，哦，吃三顿。木箱子还有的，有的。吃三顿，啊，卡拉 OK 木箱子有的。你一张的，啊，谁有的？大家欢呼，蛮好。哦，我老师在上面就能住了，弄完上面又房改了，几个人又房好，把我给住了，没好，没好，你想要？这湖南我肯定过来，过来，肯定要过来，肯定不需要我，搿辰光侬组织你那，搿啥人老头到泰国来？啥人老头带过来？到底好，你好嘛就好就，你不用啊，好嘛就等进去。长安跟吴老师要过来，等哪能我现在哪能介过了？然后到张刚刚去，有羊毛有东西。看上去对吧？就按照老板腔调。哎，你不是好呀？你做得好，经理。我跟你讲，吴老师，吴老师，你不跟我等那个老早走了，我是好当好。一般的女婿带啥人老头好啊？哦，十七八岁，还是要推老。